三姐说是什么？说加油，或是给她拥抱吗？多休息。多休息吗？那个努力的陪宽姐开玩笑，你有听到笑声吗？没有，就是逗她开心。宽姐说是什么？说加油，或是给他拥抱吗？多休息。多休息吗？是特地赶回来看宽姐吗？小心！我靠右，谢谢哦。有没有关心宽姐？不好意思，先走吧。小心小心。上次看到宽姐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其实宽姐的心情还好，但是我其实最担心就是她不好睡，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常常跟她半夜聊，我常陪她半夜聊天，因为宽姐本来就比较容易失眠，她有太多的担心的事情跟太多事情。我觉得最近我要问她，就是说她吃的还 OK， 可是就是睡不好。七八点，但是我说我们能够负担的任务就是晚上 就是 anytime 就可以走，因为我们晚上一定醒着。假设他有什么过不去，或是突然觉得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晚上这个八个小时随时黄国伦还那个努力的陪宽姐开玩笑，你有听到笑声吗？没有，就是逗他开心，就希望我觉得逝者已矣了，但是我觉得在我还在的人就要保重啊，然后我们就希望他能够让他忆当年。我还看到一张照片，是逗宽姐啊。我看到一张他们全家福，我就说宽姐你在哪里？宽姐就说我在哪里，总共只有一个女的，只有一个女的，总不会是我妈吧？对。然后或者是他又看到，因为宽姐自己设计的那个他妈妈的那个照片墙嘛。然后有很多他妈妈年轻的照片，我说哦这个好漂亮，然后国人就说宽姐你这个 DNA 遗传的好，就遗传妈妈那么漂亮，就逗她。所以宽姐刚刚有就是比较有笑，你没有听到笑声吗？对，有笑声，因为我们希望就是，当然我觉得是很悲伤的，但是我觉得希望宽姐能够 strong 坚强。刚才记得啦，就是那一张全家福的照片，他们家里全部都是男生，只有她是女生，然后我就问说宽姐你是哪一个，她就说你看不出那个女生吗？我有这么不像吗？但是宽姐年轻的时候真的好漂亮。你的意思是情商现在有不漂亮吗？不是，现在很漂亮，就她年轻的时候很清秀，剪个短头发。对，然后我刚才一有硬拉着那个宽姐跟她合照一张，我说宽姐这个场合我适合跟你拍照吗？我说因为很久没有见过你这样的身材，很瘦。他现在比较消瘦，对啊。他现在他简直瘦掉一个他，哎，瘦掉一个他。对，就他，你们刚刚有看到他吗？他瘦了。他现在瘦不一半。对，就是瘦掉一半。瘦一圈。对，瘦一圈。然后我就，但是像比较健康，只是说我希望他是吃好睡好的情况下自然瘦这样子，但是就看得出来这段时间劳心劳力的痛苦。好。